告别剧荒，杨紫、赵丽颖、胡歌等领衔八部好剧定档，收藏好了，已被随时入坑。一、贺顿的小可乐，集数类型八集，当代都市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11月23日，演员阵容，播出平台优酷视频 Number Two，我们的当打之年，集数类型36集现代都市女性情感励志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11月25日，演员阵容，播出平台腾讯视频、爱奇艺播出。Number Three，风吹半夏，集数类型36集现实主义题材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在11月27日，演员阵容，入坑理由，演员阵容强大。 都是很有演技的实力派演员，而且这部剧的题材不错，值得一看。播出平台：江苏卫视、浙江卫视、爱奇艺。Number 4，刘老根5，集数类型40集现代乡村喜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11月28日，演员阵容：赵本山、宋小宝、范伟、李静、严学晶。入坑理由：这是刘老根系列作品的第5部。 前几部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，相信这一部也不赖。播出平台：优酷视频。Number 5，转角之恋，集数类型40集都市情感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11月28日，演员阵容，播出平台：东方卫视。Number 6，虎胆微城，集数类型37集近代革命战争剧，定档时间。 2022年11月30日，演员阵容：徐佳、王文启、齐奎、郭家明、张路遥、冯国强、乔俊达、郭浩伦、宋美洁、郑晓宁。集数类型24集当代都市剧，定档时间2022年12月8日，演员阵容：胡歌、吴越、张新成、黄磊、李光洁、刘涛、包贝尔、王潇、任成伟、尤永志、宁文彤、房子彬。 播出平台：CCTV1。腾讯视频 Number 8，情满九道湾。播出平台 CCTV8。优酷视频，小伙伴们，以上定档的八部好剧，有您期待的剧集吗？欢迎留言。